赤子之心，乘风破浪。创始人你好，我是郭兴野，我是一名自行车运动员，我的兴趣爱好有表演、舞蹈、说唱和健身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绝技。俗话说得好，每日一苹果，疾病远离我。你的养生男孩上线了，看好了。再来，等一下，有点滑。再来，我就不信了。看，已经裂了啊！这么劲儿，啊！这个。我得再练练，告辞了，拜拜。